Alright， 欢迎收看 Eugene 深夜吃播。那么今天呢，做工过后要吃什么来奖励一下自己呢？去外面打包看一下可以吃什么。Let's go。OK， 这就是今天我要吃的。啊、这个炸鸡超级好吃的，很脆，很香，麻辣干捞板面。哇，我超爱吃板面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右面和粗面都有板面的汤。然后我加了鸡蛋在里面，先吃一个鸡蛋，开开胃，看到吗？嗯，来，哇，一大口，真的很好吃，加上我本身就爱吃板面。卷成一粒，大粒。香，超级好吃。加入我们的炸鸡，然后给芝士酱，沾着那个芝士酱。我在咬它皮那边，沾很多的芝士酱。脆，好吃。好吃极了，爽啊！好吃，哇！大打一口，锁进去。好吃。清盘行动。完成清盘。好酥脆，My God！ OK， 今天就到此为止啦。如果下期你们还想要看我吃什么的话，请记得在底下留言，我会选择 like 最多那一个哦。就这样，下期见，拜拜。